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，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，我的视线没有勇气，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。多少次坐在空荡房间，悲伤痛苦发泄，就连泪水里也带着彷徨。 Again and again 都让你失望，而我也曾被你折断我翅膀无法飞翔。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，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。我好想逃，我好想躲进一个洞，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与我进行心灵沟通。到底是因为我在 growing up， 还是我们心态都发生了变化？让我们说说吧，如果可以的话。每次我想更懂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有的时候也再也不会找个理由依偎在你胸口。曾经的少年他终于有梦，他不像我的平庸，只要你辛苦就足够。可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抑制激动的心情，让每次跳得出的结局都是 happy ending？ 或许我们该换个方式，不换个位置，或许有不同故事。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，我好想逃，我好想躲进一个洞，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与我进行心灵沟通。不知不觉相片翻起周边，那是我们的一个合影，大概十几年前。看我那过去的脸和你的香味，憔悴的青春容颜。很久会让我伸出这早已经握成拳头的双手，让我们无忧无虑说说话，重温那旧场景旧时光。 Tell me the story。